不小心透露了些什么，是不是太大胆了？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喝的 Miko 蜜谷果汁茶赞助播出，真茶真果汁才好喝。够感才给力，采访变综艺。你好明星，你好天蝎座，同道大叔的粉丝朋友们好，我是炎亚纶。我是天蝎座，原来我是这样的。就比起尬黑尬发更让你觉得无法接受吗？你有听过什么关于尬黑的点吗？哦，最近不是综艺有播吗？还是有弹幕说炎亚纶是不是又整了？想说我帅关你什么事？决定深交需要十年，决定拉黑只需要一秒。那一般什么点会让你觉得想要拉黑？背叛。隐藏撩人界 BOSS， 十撩九吻。十撩九吻了、哦？有吗？好像还好，谦虚。解读只是为了掩饰心软。对天蝎来说，没有什么是睡一觉解决不了的。睡一觉还是记仇，一定要解决才解决。天蝎分手是还是朋友类型吗？我现在是耶，但以前不是。所以你前任都有带同学录影？这几年的都有。这几年不小心透露了些什么？目前距离你的桃花运黄金期有多远？还没衰退过。如果现在把手机送去修，就有可能爆出什么新闻？啊，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，我不会存奇怪的照片，不会存，代表有拍，但不会存。自己抓自己的毛病。自己成立工作室会考虑签艺人吗？未来吧。什么？你有什么考核标准吗？三观端正。五官不行没关系。哎，五官可以整。下面插播一则娱乐报道。你觉得艺人的薪酬和压力成正比吗？那是要看谁啊，有的人拿得太高了。我自己是觉得我可以再更高一点，毕竟我还带给社会正面的观感这样子。你觉得偶像团体的团魂主要体现在哪个地方？我其实基本上是不喜欢团体的，因为觉得有点，除非这些人真的培养出很好的感情，不然有时候在这个娱乐圈里面，有很多时候会让大家硬着头皮相处。你觉得对于大家经常把流量和实力放在对立面的现状怎么看？是蛮可悲的。应该要尽力的去把这两个趋近，这样子，不管你是具有实力的人，或是你有流量的人，应该都要互相的接近，这样子。那你有真的觉得他们隔很远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最近有看到很多流量蛮用功的，四字弟弟啊。圣诞节什么样的礼物更能打动天蝎座？天蝎座有点闷骚，表面上觉得哎你不用送啦，没关系，但是收到礼物的时候又很爽，这样子。是你有蛮多女粉嘛？那以你对男生的了解，他们和什么样的男生在一起你会比较放心？那如果以结婚为前提，还是靠谱一点的男生吧。金牛座，金牛座不适合交往，但适合结婚。就金牛座很无聊，尬无聊，最无聊的星座是金牛座了。男生。如果遇到长相老成的路人说，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的内心哎，就会这样子。是哦。那最近有感到体力不太行的瞬间？此时此刻。作为大前辈，新人的什么？谁是大前辈啊？作为前辈，新人的什么行为会让你觉得太天真？我觉得天真不是坏事啊，如果无理就是坏事。天真是等着被这个现实社会点醒的啦，因为我曾经也天真过，就是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这样子，但事实上很黑。明星迎接榜单挑战，视情况分别举牌，我敢和任怂，任怂超过两次即认证为怂王。说一个让你意难平的 CP 名。我敢。很可惜啦，想要继续的鬼轮吧。所以你有看那个剪辑视频的？有啊，多的呢，还有吴尊跟我的尊轮，他们剪完我都会想说，那不如真来拍一部。有什么不能播？我人生到现在有什么不能播？坦诚谈过几段大家不知道的恋爱，说数量就好。数量啊，好，我只能告诉你，双手双脚应该数不完，是不是太大胆了？据你观察，大家做医美最爱动手脚的部位是哪？鼻梁吧，人家有人家的自由，也许你可以问我有哪里更好的。想说，好像可以更好哦。挑战男友视角撒娇，让不要你们好好学习。
咋的？兔兔好无聊哦。好了，蘑菇。哎呦，哦，好天线宝宝。哦，好天线宝宝呢。天线宝宝。挑战十秒哼唱，然后被 APP 听歌识曲识别。好啊，来。第一个是亲爱的怪物。被植入了所谓梦想，抹杀了自己，只为换来公允。没有哎，你是不是手机有问题？微笑再美再甜，不是你的都不特别。马路再宽再远，只要你牵就很安全。我只对你有感觉，我只对你有感觉。千年等一回。我来听听看这是什么歌哈。太猥亵，太猥亵！赤裸裸的失落，哒哒哒哒哒哒。有哎、欸，而重点是我没有明白要把词儿给唱出来。我觉得你有做一些手脚。想要好玩、好准、好犀利的星座，就看红道大叔。星座会想把人埋了吗？有点想签这一张，因为好笑。把人埋了。对，我经常啊，经常说说说而已。送给你。谢谢，好开心哦，喝不完呢，一年份对不对？彤彤大叔，你们在淘宝买吗？还是在天猫？啊，他们两个是一家，所以你们安排了一年份给我，请寄到这个地址。